好，准备出门啦！今天去 LA， 就是去 LA 怕太热，但是不想被晒，所以就穿了一个这个长袖，但是估计会很热，看一下吧。The sign. Is this a garage for it? Yeah. Oh, that's a Chick-fil-A. So is it, is that like a Chick-fil-A street? Maybe. Like right here, guys. 我们今天来看 apartments. 这个就是 apartment. 然后这里有一些餐厅什么的。Business school 在那在 USC Village， 然后准备吃个啥，然后差不多就回家啦。超开心的一天，我今天看那个地方很好看，希望我们能租在那里，然后，Like why it like pops up right here.去洗个澡，洗个头，然后看个电视啥的，然后希望今天可以早点睡觉吧。早上看一下，快七点吧，然后我刚被吵醒，然后起来看了我的 AP score， 还可以，就没有特别好，但是反正我。就是学分什么的也凑够了，然后我的我也不用多上一门 GE 了，所以还可以啦。而且这次啥都没复习，所以考的还行。起床，然后运动一下，然后可能出去吃个早餐吧。哦，我早上脸好胖啊，有点水肿可能。然后做了个十分钟的 cardio， 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把 abs 还有腿给练。
我终于体会到男生逛 Sephora 那些化妆品店是什么感觉了。这些东西都长得一模一样，这些他们告诉我这些都不一样，那个是我看明明长得一模一样，好不好？可能他们看粉底色号这种感觉。最近真的很爱扎丸子头，因为特别方便，然后而且好凉快啊，然后就而且我好多这些大长发圈就都能用上了，开心。最近特别喜欢独角兽啊，太这种公仔，但是我真的太多，我的床上都装不下。有点试一下他们的指甲贴，我不知道好不好用，好像有些人说还可以，如果有用过的人可以告诉我。他们这里的电影院修了一年了吧，终于修完了，真的好酷啊！我找个正面给你看一下。小书包很久了，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上大学之后会不会用，好纠结啊。但是有点好看。给朋友来买生日礼物，然后去了一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啥都没找到，我现在来另外一个，希望能找到个什么吧。真的是我近几天看见最发胖的吃的了吧。又吃了一个，You have my heart, you have my soul, you have my whole, you have my contro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with you I know that I'm complete. I'm in love with the summer's day, for you I'd give my life away. Never leave me, never let me go, my summer love. Be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My summer love, be waiting for you.我今天好粉嫩呀，连我的发圈都是同一色系的。Drive through 真的好多人啊，从这儿一直到那个底下，然后绕了一个圈，然后到那一边，好可怕呀！今天是 Krispy Kreme。
们 on sale， 就是买一个 dozen， 然后他们会免费送一 dozen 的 glazed donuts， 然后就两 dozen donuts， 我觉得是吃不完的。这是我们买的那一 dozen， 他们送的一 dozen 的 glaze 最喜欢的 donut。glaze 真的好好吃，而且它还有点热的，就刚出来就很好吃。然后吃一个这个他们 glaze， 然后里面加了那种 cream 的。奶油什么的，好甜啊！我的天哪，饮料喝水，带了一瓶水来，这个真的好甜。这个上面下来的真的好陡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下坡，然后又很陡，所以特别难走。然后呢，是我还穿着 Converse， 就会很滑。然后那个地上有很多那种沙呀、小石子什么的，就真的很滑。我就一直那种弯着腰，生怕自己摔了的那种。然后真的出来爬山真的要穿长裤，虽然说会热，但是所以好多那种草啊虫啊什么的，所以还好自己穿了条长裤。看着好棒 ，chips 还有 pokey。一点点辣，但是很好吃。真的超级好喝，就是喝下去就是满口的水蜜桃。我是个人超级喜欢吃那种脆脆的那种水蜜桃，这个就超好喝。我不得不说，我某某家的吸管好脆啊，好容易坏呀、啊！我真的刚一戳它就坏了。